第八号位和十号位。来开始。哎，你那么我不等你，不等。这边他是七年级还是三还是八年级？他八年级是吗？不是七年级，七年级还是六年级？波兰足球的特点就是快速，然后讲究这个身体对抗。开场还行，还不错，没有那么的，因为有点远。我不用停吧，我就一直。裁判提醒那个发界外球注意，这边孩子界外球也不太别太娇，也不经常美丽。这小飞盘这个动作他进去了，他们究竟做什么职业的我还不了解，什么都有吧，还有一些有篮球有都有吧，还有未必是学足球，对，就有可能是体育老师的。看完给你看的这十六号怎么控制节奏的，整体来说这个队打得高更成熟一点，我看了看好几场比赛，这个蓝的队白队他中后场的，但是他有时候到前场最后一传跟倒数第二传老是掌握不好，所以他这个跟那些强队踢呢，他的这个进攻有时候就是没这么大有点小，然后他的控球率都是很高，所有球队跟他都是很高。他们输给我们，他们输给我们，他们队一比三输的。客场我们这个，客场我们一比二输的。但是对那客队，我们是大比分，两场全输，大比分落败。不好意思，这比分了。对，就是你看这个孩子吧，是不是职业的，一下就能看出来，停球、一脚扑球、翻球，还有一些复杂球的处理，职业球队的孩子还是能看得出来。左路，这个是拿球这孩子，看人家还，人家球没回传过去，嗯，这球还控制，他们就回传了。应该还转了，上学的话最好英语好一点，就是要有一些英语基础，然后来呢也就是上国际学校，就私立学校，波兰学校底是波兰的公民或者欧盟的吧，而且就身份，我都不来你上课，这孩子还是太忙了。
越小来越好，学习语言越小越容易。这九人制他们打的阵型大部分都是二幺四幺，有两个多位，然后有一个三四幺。这蓝队是这么踢的，白队他打的是二四，我看一下，二四，这什么阵型太薄了？你说哪个？蓝队，蓝队。没有四，我没有听。你就忙着说。换人了。嗯哼。怎么那个受伤了？五号。二四二，白队来架是二四二队，也就是我可以说是一个四二二，两个边后卫跟前卫可以看一下。现在十六号这时候可以要球啊，可以要啊，可以要。他问题也是，因为他跑动太少，看十四号的跑动快。所以你要向十六号学习他的这个什么创造性，嗯，突然性。然后十四号跑废，然后不是就是有点拼吗？你说十六号没劲跑，就那样。嗯，一点都不着急，其实他就看着像很松，他一乱一乱的就自己不容易。怎么那么多线？我不在按，是他在按。你照天空的吗？没有，那儿都是天空。哇，蓝队进球了！哎呦，相当。这样我就看不见。你不用看这，我说不用看这。我觉得蓝队还是更实力。要个人能力来说，他们还是头盖更来说，还是整体有特点。四号上了。四号一直在场上，你不用老看那个屏幕。这路这路进攻是布兰顿的打法，哎呦，走了，哎呀，真漂亮，看这个，这个多清楚啊！没进都可以算进了，恭喜。蓝队有两个身高身体比较强壮的，就发育早一些的。你要看球啊，你别光那个。大家都在呼喊，互相提醒交流。这是波兰还是踢球的很多很多考虑。但不行不行，是做这样是吧？一脚出球很好，完全稍微超级了点。但是这对手这右后卫五号特别好，四号预判，看全是一脚进攻，感谢了，一脚不行，开场都多少时间了？十分钟，对，三脚射门都是来自于特别，
两脚的视野很明显。二十七号中后卫是很有能力，一个大脚转移到右边，对手五号，客队的五号在边路寻求配合。麦迪亚在后场组织六号拿球。稍微慢一点就很好丢，然后看那个比赛。高个下了，这只有十五分钟，没有十一分钟才。现在开场十一分钟，各队换了三个人。在这边教练一般为了每个孩子都有公平的机会，都会控制到这个时间。你可能。没有啊，你没说话。我说的是。四号，他现在打什么位？把他调，把他出去了。超过三次，我是转移到右路，五号从右边突破，打门，没打，打崩了这球。这个要贴的，没有贴住。来换人了，来这样换人，左前卫下场，左前卫开场之后有几次处理球失误，我就被换下。十五分钟了，不到十三分钟。好，换球很厉害。抢下就是容易输，所以你都要养成提前观察的习惯。你看，打开就两下就输了。一号，还是一脚出，漂亮，漂亮，再抢。你看被逼了，看莱吉亚被逼了。失误频频，这些都是不得已的选择。嗯。所以我断球了，反击，不是没跳，这跳了，这下，这下干扰就跳了，越位了。嗯。转移这个路，在右边有空间了。Давай, держу! Я пол! Это не фанго. Это не фанго.
很主场优势。你看往回走往回走的好处，但是有时候需要老手的话也哎，这五号有一点儿。然后看，看你看就这个，就一定要你上了就一了，你稍微犹豫一下就，你要是那转身，啊球，这球给了，他这一脚给了，正好就通了，通了就上了。要不然站在椅子上干嘛呢？行，随便你站，我就不站了。然后站着是怎么绑着？不是这个，就是不用了。四个人。上来来说两句。是被干扰了，身体接触之后，嗨，这个还不行，在心理对抗上，还有这个全球速力上，这个玩家都实际上不在一个让着跳，然后直接走，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还是不着急。哎，没事的。哎，这没看见啊。我。现在才17分钟。他边上那是谁？哪儿？不是，他朋友那颗的。边上下整开始那个标的，这是哪个守门员？这个。他现在来了，他之前他有别的，应该是27号后腰没了，18号是谁？没见过。那原来那后腰呢？好球！转的很高，没有了，14号，一啊，就那一下。这都是新来的这号儿啥？不是新来的。你漂亮，你看，这就是利用空间。这他哥哥弟弟，他们俩兄弟。左边那位是男生兄弟。
就是讲的那个穿黑色 T 恤的教练是原来09的吗？不，不是，不是。09的助理教练。嗯，不是。哎呀！16号叫 Pascal。哪个16号？嗯 ，Legia 的 Legia。哟，哇！差一点，他没有人说。你说小黑孩儿？对。他不叫 Danny Fox。不是，教练老叫他 Pascal。就是啊 ，Dominic 也说他。Dominic 也是。嗯。哇。他选的那个，他选的断球那个路线多好。啊，知道。Daniel 哪是 Daniel？ 不是。Daniel 是。Mini 说他们这个，我在照球门和你。不是你伸手，你都在照这个空中，这玩意儿。那样才。你看你大部分都是在照空中，那就整个画面都是空中。那你还是低点吧，这样还亮一点，要不。没了，玲玲没了，上学了。好球、哦，这个没见过。有了，嗯。犯规了，这要是丢了那就犯规了。吃了吧，09的这个前锋，这个 Marty。 对啊 Marty 了。嗯，他踢这个有点，他为什么他太小了，飞人了就。哇！10 ah la plezigo ah b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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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kas， 你看，就这往回拉这下，哎，不能用往回拉。
那什么呀上09那什么呀1950那有几个球员来家来家穿一下还是09自己想给他们一些机会一起感受的18号就行他这个对还是有点接受不好，有点着急。大概还有一个三分钟。这都是新的。还没上。不，可以。四号。我抢的位置。Let's go. Richie.Bravo！ 一脚，全是一脚，全是后场的一脚，都很熟练了，专业熟练了。Revelati。这苏凯，打击队踢的就是最熟练的。一看教练都没少下功夫。今天教练没太好。看吧。嗯，朱卡是。嗯。朱。哎，小，篮球表现不错，但是很容易受伤，撞啊撞的时候，身体重量不重。你说就是他。嗯哼。他是 Monty。对。四号人踢得不好。嗯。教练们把 Marty 叫成 Shelba 这打吗他就变线了好了他没给远了你现在冲了不冲啊怎么不冲踢球哪有不冲然后接手接手接手好了好了你想工作你看有你咋不知道在里面就冲起来之后你要用极大的尿流晃开你不是冲起来就收住了那不行这个完了就按一下这红的对就这个半场完了说什么裁判他说 last action
零零，哎呦，没扛住。哇。